欢迎来到 Wesley Gaming 的频道。我们直接从换牌局出发。可是这牌真的很难换呢。说真的，这牌很尴尬。就是啊，真的是不及格哎。不到下一把，还有机会。我这把手牌就非常的好。其实好到有点难换，也不见得是好。没有换到铁子，这真的是挺失望的，没有换到铁子。
这对子很烦。我是不是我应该赢？不应该赢！哎呦，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走冲。